但是给他节目讲完，懂好，懂好大的。那再大概我做了几段。好，那再下一位，刘慧茹，刘小姐。没有哈、哦，没有。我想我们现在没位，要不然我对不起蔡理事长。好，再下一位，戴佑萌，戴同学，请。市长、局长、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我是毕业永春高中的校友。那我住在这边也是从小住在这里。那其实我对这里有很多想象，但是对不起哦。我先提问市长，市长可不可以先做个民调，看看大家是要公园绿地，还是要盖社会住宅？对我们福德自分区八个里来做一个民调，不晓得可不可以？那再来第二个，我希望你不要只找地调所，地调所就他们所里面就有十几个人而已，而且好像听说是像跟考试院那种，大家想把它解编的一个所，所以我希望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，你们可以再找，比如说中研院，请他们也来调查，他们应该有不同的想法，至少我知道。那个地科所汪中和院士他就提出台北市是一个过度发展，应该要把人口迁出去的一个城市。好，那这不好意思，好，我先讲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下一位江小姐，江小姐，把我来这边。市长，各位长官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个广慈博爱院低度开发新绿钻森林公园，也希望有一个永续的生态发展，因应极端气候暖化的宜居社区。请往下一张，下一张。我建议是老树建低，先于我们的建设，因为我们里面原来有768棵的老树。那当时呢，我们一开始那个在之前 BOT 的时候，就是吵来吵去，没有办法决定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老树建定了？我们知道哪一些地方是可以盖可以要保留的，因为我们到现在从。六年前到现在，老树到底是哪些地方都还没有被确定下来，所以是不是可以先把到底老树在哪里，而不是有人说了算，好不好？下一张，新义区我们缺绿地，好，我们缺绿地，你可以看到。大部分呢，我们新义区的绿地呢，都是在新义区划区，而且是广场公园。啊，那但是你知道你在内湖区有大湖公园、碧湖公园，那我们这边有什么？我们这中场公园，其他都是一些起名地。在内湖呢，要把花市打掉，水泥地改建公园。哎，我们的广慈这么大的绿地啊，却要盖成房舍，天理何在？下一张。新义区不缺建地，我们新义区有很多小学、中学，少子化的冲击下可以整并，就有很多现成的地去建地，可以做任何柯市长想做的任何事情，可以不可以保留我们的广慈，我们的广慈的这个绿地做低度的开发，成为公园之用，也可以做这个防灾公园。下一张。广慈地层破碎，不适合盖捷运及高层建筑。啊，那如果说是破碎地带，是要追加预算。啊，这是两三倍的决算，让台北市成为世界的笑柄，因为已经破了今世纪录的捷运的这样的一个预算。那啊。如果同样的预算，我们是去盖捷运的南北网路，结合文湖线跟新店线，我相信比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义东延线更有
效益下一个动作。广思规划变变变，没有浮动的愿景，每一次都来开会说没有定案，可是呢，我们要听居民的意见，我们大家每次都陪着来做，是不是有可能？你们也知道，那个环评委员是非常的厉害的。谢谢， okay， 谢谢。好，下一位江一平。我就是江一平。哎，对，啊，你好，抱歉，李志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李志雄。我累了，我真的累了。为了这个已经搞了多久了？局长，各位长官好。